然后有上有下的，就跟就没有位置了，我就站着吧，没有人查票的，全凭自觉啊，大家都要。Sorry, sorry, United Station is EBJ, EBJ, yeah, 哎，开始挂了。哎呦哎呦啊 ！Wait！我操！感受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小钟啊，我现在是在非洲尼日利亚，我身后呢是拉各斯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呢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最接地气的火车。一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站点，最远的可以到卡诺。卡诺呢，就是尼日利亚最北部的一个州了。看一下，1126公里，然后这个票价才29块钱。头等舱是4600，大概就是40多块钱。那咱们现在呢是来到这个售票厅啊。Good afternoon, madam. One ticket, please. Anywhere going to 700 from here to anywhere. Ogun State. This is 1000. Oh yeah. So you get 300. Yeah, 300 change. Yeah. Yes. Thank you. 然后这个车票呢，它正面写的是到 EK 甲的车站是230，后面的这个上面写的是750，我就觉得很意外了。我很期待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跟印度有点像，会不会有挂票 ？Sir， 也不用检票，他就让我直接进来了。我们先到站台了。这个火车站给人感觉还是比较老旧了啊，真的是可以拍那种复古的写真什么的。这个绿色呢，就是尼日利亚的颜色啊，国旗色，绿白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绿色。猜我发现了个啥？为什么会在这儿有一个马桶，还有一个复古天鹅绒提花连体裤？我去！看一下这个火车内部啊，兄弟们，还是比较破的啊，但是车厢还挺宽。你好，你好，你好。他这个厕所都给搬了个大石头不让用了，我的天！你看他每个厕所都是给封起来了不让用的。哦 ，sorry， 这个也是卖吃的吗？卖拖鞋的好像是。哎，你好。It's in Lagos. Lagos. Modway Lagos. Lagos. Standard gauge EBJ. Live and direct. Live and direct. Thank you. 好热情啊，马达姆，看到我很热情，我的天。这上面也的确是什么 Stockworks China。Are you working in China? No, I'm a YouTuber. YouTuber. Okay. YouTuber. Okay. How about your time? Visit Lagos. Okay. Come back, meet me there. Okay. I want to go to China. You want to go to China? Yes. Go to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咱们是5:30的车，还要等一会儿啊！我发现我现在好黑啊！这边好像是卖饭的，一些卖当地饭的。Yes, madam. May I get a cup of drink?Yes, which one? Lipton. Thank you. 一瓶利顿的茶是200块钱，很便宜啊。还有一只小羊，跑丢了的羊，好可爱呀、啊，好肥啊，我的天！现在时间已经是5:30了，说的是5:30来车，我一想，他应该也不可能准时到。看他能晚点到什么时候啊？主要是车头没来，车厢在。How much you pay for the ticket? My mom said 700. 700. Okay. Yes. 看来没有坑我。Jackson,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Hello, Jackson. What's your name?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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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ohnny.、Yeah. My name is Esther. Asita. Okay. Okay. Look, let me show my face. Madam. Let me show my face. I'm Johnny. Shake me.Come inside, come on, obviously. I'm here, I'm coming. Yeah. Yeah. 现在6:13，这个车终于来了，晚点了43分钟，还好啊。这个车的编号叫22222，8个2。Come on, come on. 发车了 ，You are coming.终于出发了，兄弟们！咱们会路过一段贫民窟啊。看一下当地人在这边做这个夫妇阿发，这边真的跟印度挺像的。因为前面有人摆摊啊，所以他一边摆鸣笛，不然那些摆摊的人听不见。这些都是送水的一些人，阿法，这都是摆摊的人啊。感觉他们都不用买票的，你知道吗？这旁边就是一条臭水沟，然后干净的。
看看看，然后有上有下的，就跟就没有位置了，我就站着吧，没有人查票的，全凭自觉啊，大家都要。Sorry, no, no, sorry, United Station is EBJ, EBJ, yeah, 哎，开始挂了。这老哥就在这里坐着玩手机啊，他真的一点都不怕呀。耶、yeah, hey, hey. ，Two, three。你好。You hold the job there. Okay. 这老哥是在华为工作啊，在华为工作的工资都挺高的。我们现在到站了啊，这边的车还有国产车呢，还是个。你看，真的扒在火车上，车头，我天！小钟现在是在非洲体验了一把挂火车的感觉啊，似曾相识吧？感觉是在印度是吧？咱们现在到这个站了啊，兄弟们。这是一些等着上车的人，这个站的名字叫做 EBJ Ebute Meta Junction。 哇，这么多人啊，真的是要挂火车了，兄弟们，这个我就不体验了，我感觉到站了哦，他们感觉都要跑了。 Don't drop down、哦、这老哥提醒我不要先跳，不要跟当地人一样先跳。可以跳了吧？应该可以了吧。哎呦哎呦、啊、wait 我操，感受一下，拜拜。这个222号头都已经撞破了。这边呢是一座老的火车站，在这边呢是有一座新的火车站。不用想，那肯定是中国公司建的，对吧？那我们下期呢就一起去体验一下中国的火车。这里好像是抓到一个小偷还是什么的，警察在盘问他，在打他呢。你看，发生争执了。看一下，我的天，不得了！拜拜。天哪，开始挂了，拜拜。爬火车，真的是爬火车。这个的确有那种印度的感觉了，就是。这一个车厢挂了很多人，我的天。